我们先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OneNote 的基本操作哈。那么您进到这个 OneNote 之后呢，你看到发现里面有单元，对不对？单元就是人家里面每一个一个教材，好教材哈。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到别人的。那么你在这边课程，你就会看到，你看不小心会看到我的嘛，这样有看到了哈。其实上面不止这些啦，但是反正没有关系。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学习方式有改变，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年的研习，我就用这个平台当做一个学习平台。因为其实平常大家单位里面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有所谓数位学习平台，但是我们有地方公务人员的那个平台，大家可能都有去过，对不对？就是类似像这样，只是说我们换一个地方哈。那你当然也可以用搜寻的，是像在一些国中小啦、高中，甚至我在大专里面，我们都会用这个哦。所以您可以看看，找一找不一样的这种教学方式。那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比较属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课程的部分。那群组呢，就是我们讲的类似班级的概念，好，班级的概念。所以如果你有哪些群组你想要加进去的，因为其实我里面有蛮多群组我是有公开的，啊，有公开我就你要加入都没有关系。那么我自己的群组，其实你可以看到我学校里面的，我会啊，这个是那个哈，我要用这个。好，我里面有3-5个，有没有？我在学校没有通通是这样用啊，都这样用哈，所以给各位稍微参考一下。那么你刚刚进到我们这个里面之后呢，我用跟各位一样的哈群组。好，你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在外面这边有讯息，所以以后如果说各位您回去之后使用有问题，您也可以在这里发布那个讯息，我会收到通知，我就会来回复给你。因为没办法，现在上课也是很竞争，所以老师都要提供售后服务。根本挨骂吼！你把你的登记问题，老师讲错的，我要负责嘛。好 ，OK，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留言。那么这个呢，像这个有没有？那像这个心智图，其实各位的你们的版本应该是有差落差一点点。那这个部分我把它全部的那个纸章节我都把它打开了哈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在这边看有没有这样看得比较清楚？你们有一些像这些纸章节，我都把它收起来，因为你们纸没有那么大。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收起来哈，但是呢，你如果在这边看的话，应该会看到比较完整的哈。那当然我们任务里面也会有。那么你再往里面看，我们刚刚这是全部，你看到右手边有一个任务，我们的教材都在里面，好，都在里面啊。所以比如说，像我们待会呢会先各位介绍一下这个，有没有？打开之后，你把单元打开，那你可以点一下，它就会开一个新的，那我们教材就在里面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刚刚有讲过，我们是都会录影，所以录影去哪里找？你看一下我们右手边有没有一个是档案，一个是连结，对不对？有看到研习的录影片跟资料了吗？这边也是利用我们的云端硬碟，因为我们不小心，我学校的云端硬碟是无限空间。如果您就是单位里面，公家机关当然是没有了哈，但是学校单位的部分，它是无限空间，所以您如果连到这边，像我们今天是第一场，你点进来，我们的分享的资料，我有没有放在里面？有一样，你可以从这里下载。好，那我们的那个上课的录影片点进来，第一段我已经传上去了，我是边录边传，这样比较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哪一段你不 OK 的。虽然我刚传上去这边还没有看到预览，好，可能你就要下载，可是呢它大概10-20分钟之后它就转好，你就可以在线上直接看。所以你要把老师 replay 就很简单。那上面这边呢，如果你要下载就从上面这里直接下载也可以，或者由下面这里都 OK，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，知道大概怎么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右手边呢，刚刚这里有几个连结，那么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资料的话呢，您从右手边这里也有，好，从这边连过去呢，会连到我的部落格，连到我的部落格。那你往下走呢，我都有做一些就是分类啦，好，分类。那您可以从这边去看到，那也可以从这里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只要是属于研习部分的，我就会把它放到上面，而且会像这样，就是看是哪一个主题，我就像这样把它分开，好，把它分开。那么你点进去之后呢，点进去我的录影的习惯，我顺便提一下。这样字会不会太小？太小，对不对？安尼敢无较大？阁无搞，阁较大？你会晓啊？等等，
这个一定要会的。这个不是 Google 浏览器才有的功能，我们 IE7 以后就支援了 ，IE 火狐啊，或者你有用苹果电脑那 Safari 都可以。我通常都是用按键的，但是你如果想搭配滚轮也可以，有没有？我现在是搭配滚轮，拿一个按键 ，Ctrl 按着，滑鼠滚轮往前就放大，往后退就缩小。所以我常常发现，大家萤幕虽然变大了，但是眼睛还是不好，因为你不会放大。所以我们现在公家机关的官方网站无障碍有规定，就是要大中小，有没有字的大中小？但是说真的，那样的大中小其实还不是很方便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是只有局部放大而已，就是主要是文字的放大。那你用这个方式，不管你有没有资源无障碍，管它的，放大我看得到就好，就比较方便一点哈。所以这个，那我的录影的习惯会像这样，就是在有01、02、03哈，所以你比较清楚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主题大概是哪一个内容。那哪一个地方不清楚，你就点那个主题进去看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快。好，这样有没有会使用的？会了哈，所以你只要点进去。那如果说你觉得哦，这个我刚刚这个不大会，有没有？有哪一个不大会的？比如说像刚刚这个，浏览器的使用，我有哪一个不太会的？你可以看一下右手边，你可以做笔记呢。大家虽然都有带纸笔，但是上面一样可以做笔记。好，虽然你不能做涂鸦啦，涂鸦这个你不能做，因为这是付费的功能。好，但是呢，没有关系，你的文字笔记你可以写在这边，有没有？你不是只能记一次、记两次、第三次都可以。好，可以方便各位，那你也可以重新编辑。所以我把这个基本的 OneNote 的使用方式跟各位稍微交代一下，这样有没有比较 OK 的？了解了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先从几个跟搜寻有关的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还给你。